拍出两张自己练功照片，照片中唐嫣身着黑色运动服，身体很是柔软，摆出高难度柔韧动作，将头部伸入两腿之间。网友纷纷围观，女神你是没有骨头吗？唐嫣虽然晒图依展自己惊人的柔韧度，但也配文提醒广大网友，请在专业老师指导下练习。有网友就此留言唐嫣，多专业的老师臣妾也做不到啊。看到唐唐如此柔软，粉丝们也是直呼，你这么柔软，我们一定要照顾好你。